sixth team that's coming up is called Yichuang Beijing Tech Co. Limited. In Chinese, that's Yichuang Beijing Ke Ji Yo Xian Gong Si. That's from mainland China. Just a little bit about them. Wudaima.com is a visual SaaS technology company committed to replacing manual coding with machines. Their visual programming platform helps companies to reduce software development time to a tenth of the time it would take with traditional coding. Wudaima.com has helped more than 60 companies finish their digital innovation quickly at a low cost in the last 3 years. And you have 5 minutes,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Please jumpstart your dreams now. 谢谢啊，大家早上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Yichuang科技。我们主要是在做一个无代码来用机器替代人编程的事情。我们先简单看一下我们一个简单的介绍。OK， 这个没有声音。我们的整个的第一版的理念叫做可视化编程，就是将软件中开发的所有的界面、计算和逻辑，用这种可视化的方法拖出来。生成代码，然后一键部署到云上。用这种方式呢，我们2016年开始做，做到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效果非常好，基本上可以达到10倍以上的效率，帮助企业能够快速的创新、快速的试错，然后将工期缩短到非常短的时间里。我们在过去的3年的时间里面，已经获得了100多家的中小企业。这是实际操作效果，将一些图表啊、数据啊，只要拖过来，而且我们支持全平台的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支持。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发现，我们创业需要做一件有10倍价值的事情，而作为一个在编程领域从事很多年工作的，我们希望能够在把编程如何能够提高10倍价值，所以我们想到就是机器替代人的时代，特别是在开发过程中呢，大家会发现这个现在的人工比较贵，然后时间长，开发周期长，然后特别难于迭代，所以我们当时想的方案就是第一步，我们用可视化的方式去定义。定义完了之后呢，然后让机器去生成代码。我们在去年实现了第二步定义，就是哎，我们缺很多模板，那我们就用爬虫去爬它，然后再生成可视化的定义，然后再生成代码。我们第三步今年已经开始实现了，我们想做一个 AI 编程的事情。这是大家刚刚看到了，我们第一步是用这种可视化将所有的界面、所有的控件、所有的逻辑来拖拽出来并且生成出来。这是我们去年做的第二步，这是我们今年做的第三步。我们现在已经支持了所有的移动的平台、网站和全国各类的小程序，以及各大的这种 IM， 像钉钉啊、企业微信。我们企业的愿景是将开发一个 APP 的时间从过去的大概需要3到6个月，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降低到3秒。我们现在呢，在2018年的水平已经降低到了1个月，在2019年底的水平，我们大概现在在2周左右，我们希望在2020年之内，我们大概能降到1周以内。我们现在2016年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获得了大概2轮的融资，这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我们的效率，大家可以看到，原来可能需要10几个人干半年的事情，我们几个人1个月就可以完成。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积累的一些客户，已经超过100家客户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营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主要是用一种软件服务的方式，以及售卖我们的平台的工具的授权，并且我们开发了自己的云服务的一个封装啊，也就是大家我们封装了阿里云，大家直接买我们的阿里云，你就不需要自己去买很多的云服务，我们已经把它封装好了啊，类似一个 Docker。我们叫做自己的一个封装云服务，这个按年来付费，
每年收10000块钱，然后呢，我们的工具每年每个人是收5000，啊，我们的营收增长也预测也非常快啊，我们在今年大概会有3到5倍的增长，我们在前2年已经有了大概2000多万的收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按照我们每一个客户LTV 按10万块钱来算的话，我们这个市场可以超过10个亿，这是我们在全球的一些竞品对手。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一些对手已经获得了几亿、3.6亿美元融资和5亿美元的融资。我们现在在这个技术上还是比较领先的。我们的团队主要来自于清华。不好意思，时间到了， okay. 可以用一句来把它完结吗？谢谢。好的。我们这参加这次比赛是因为我们准备本来在今年要在全球拓展业务。我们希望以香港为中心做我们的全球的中心啊，也并且也能服务到香港本地的一些中小企业啊，是这样。谢谢大家。And judges, the coming 3 minutes is for you to pose your questions. Thank you so much.主要就是那个 APP 的 developer， 还是还有其他的客户。另外就是你觉得你这个销售的平台是怎么去发展的？我们现在呢支持的是全平台，不仅仅有 APP， 还有小程序，还有 SaaS， 还有传统的我们 ERP、CRM、HROA 这些系统，我们都可以实现。它只要是 BS 结构的可以。但是呢，有可能比如像有一些大数据啊或者算法呀、那些更适合用原生代码去开发，我们就不用机器去编了。第二呢，我们现在的销售呢，现在主要还是我们说整个软件开发有6个步骤，从咨询、需求、设计、开发、测试到运维，我们已经把从需求往后的所有阶段全部变成云化了，全部在线上可以完成，唯有前端的跟客户交流沟通需求或帮他做咨询还在线下。我们今年做的平台呢，就是要把这个咨询也做到线上，然后实现线上的完全自动化销售。And I see that let's see, there's a question that's coming in, and this is from Kevin, and he wants you to share with us more on your client mix now and in the future, and how many percent through channel and deal with the client directly. Thank you. 现在我们的平台是免费用的，然后大家可以免费去学习、免费使用，只要登上我们的无代码.com 的这个网站，然后就可以了。只是我们现在呢，第一呢，我们在开发新的版本；第二呢，相关的教程和一些我们的开发者社区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呢，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自己去试用了。对，我们现在已经大概有上千个用户在学习我们的平台。Thank you. And there's another question that's coming in from Raymond. He wants to know what's the revenue distribution project service. I don't know how to pronounce this. It's probably APAAS or APAS in cloud subscription. Thank you. Yeah. APAS 的意思叫做 application pass， 其实是我们知道在美国所有的 SaaS 公司背后都有一个 PaaS 平台。然后呢 ，APaaS 平台就是为了快速开发和定制，为客户定制 SaaS 或者完成定制化服务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环节。过去的3年里面，中国的现在的 SaaS 在面临一个向 PaaS 转型的阶段，所以 APaaS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呢，中国因为过去的 IT 的 To B 的这个信息化还是比较落后于美国大概3到5年，所以呢，美国这个方面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刚刚开始，所以我们是一个搭建了这样一个 APaaS 的平台来往前推进这个事情，可以服务到更多的其他的中国的 SaaS 企业或者其他的 IT 服务企业。我们的目标是做这个产业的中台。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ank you once again to all of our judges、okay. to the great questions that was posed.